Hello， 歡迎嚟到 Shooter， 今日同大家介紹一下呢一支 Victor Optics 嘅一倍靈鏡啊。咁呢支靈鏡咧，相對起傳統嘅紅點鏡有咩優點呢？第一，大眼鏡同埋有散光嘅師兄係十分之友善噶，只要喺呢度調校翻適合自己嘅瞳距，咁無論你係近視散光好，都可以用得好舒服，可以好清楚咁睇到個 reticle 啦。咁另外佢嘅reticle 設計咧，可以令到你喺冇電池，又或者在不入電的情況下都可以很順利地用到這個鏡子的。那無論你打得下鏡沒電又好，又或者不想入電池也好，這個瞄準鏡都可以正常地用到的。另外就是呢，這一款靈鏡有一個很大的 eye box 和一個三寸的 eye relief， 令到你在舉槍瞄準的時候呢，都可以很容易地見到 reticle。最重要咧，呢款鏡咧可以額外搭配一個三倍嘅放大鏡，咁樣係你喺你需要打遠距離目標嘅時候咧，都可以好輕易咁樣瞄準到啦。另外就係佢有一個 T2 嘅通用底座，咁如果你希望可以換翻其他唔同嘅底座，增高佢咧都可以嘅，咁只要揀翻你中意嘅底座就得噶啦。如果你想要翻其他唔同嘅倍率系列咧，咁Victor Optics 嘅 Prism 系列仲有三倍同埋四倍嘅型號嘅，咁另外四倍嘅型號亦都可以俾你加到一個RMS 底座嘅紅點鏡，咁就係咁多啦。如果有興趣嘅話，歡迎落嚟 Shooter 睇睇呢啲零鏡啦。